南韩国立国乐院今年适逢70周年，院方以馆藏之一的人影镜宴图屏画里，其中几幅描绘在夜晚举行的夜镜宴为主题，结合传统国乐、舞蹈、现代化 LED 屏幕及灯光效果重新诠释，将百年前朝鲜时代王室为庆祝大韩帝国开国君主高宗李希进入其老所时所设的宴会盛况搬上舞台。指导演出的导演赵秀贤表示，过去多以音乐剧、舞台剧创作为主，这回首次以高宗与皇太子在夜镜宴上可能交谈的内容为发想创作这部作品，也希望在面对疫情之际能为观众带来力量。오늘날 우리가 이제 코로나 때 되게 힘들잖아요. 그러한 힘든 일상에서 이제 축제의 본 의미를 함께 되새기면서 내일을 살아가는 힘을 찾자 그런 의미를 전달하고자 작품을 만들었습니다画中所绘的王室筵席、宫中舞蹈、音乐等，透过模拟银河、天灯等不同背景灯光效果，更增添几分梦幻。国立国乐院为庆祝70周年，也特地优待同样70大寿的观众，以优惠票价入场欣赏。中央社记者廖宇阳首尔报道。